将军，如能给您牵马坠镫，我死也甘心了。将军，将军，我求求你，将军，我求求你了，将军。好，让你死个明白。我来问你，你是否投降了曹操？你是否被他拜将封侯了？恳请玄德公，你们三兄弟相会后，一定共投刘表。 务必说服他，举兵伐曹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在古城相会后，集兵数千，往西而去。往西？他难道不回冀州了吗？主公尚未立嗣，三个公子都在极左先锋，其实是在争大位。那么你估计，主公会立谁为先锋大将啊？